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软件工程第二步作业。If you are leaving the train her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platform edge. 然后下个周四，这个主要是看它的那个 object oriented design principle， 还有怎么样去 Java 里面去实现它。然后呢，一个是知道这个 principles of approach， 还有呢是实践。第一个就是怎么去用这个 OO design。那么我们说这个，我们拿到了一个关于一个 garage 的一个这个system requirements。然后呢，我们要去设计一个车库，去做一个 log 工作，系统的记录工作。这个系统呢，会完成这个 inspection task、repair task 和 maintenance task。然后有三种车，一种是汽车，一种是面包车，一种是公交车。这个车库呢，总有三种，它的这个 inspection task 呢，有 MOT test、general diagnose test。这个 general diagnose 呢，是当这个客户不知道车问题是怎么的。这个 garage carriers of repair task 有三种。车体修复、引擎修复、窗修复，还有这个保险更新的修复。这个车库呢，它有很多的维修工作，比如说像这个空调的一个抽气啊，还有说像这个车体重新喷漆啊，或者是换轮胎啊。然后呢，这个 shop 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员工，它比如说有这个前台，有管理员，还有一些这个机械师，这些这个管理者呀，他都会在一天之中去这个就管理这些员工，然后他们都有。就是，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机械师，所以说他们都会有。如果当这个人手没有的时候，他通常也会，管理员也会当一个这个机械师。那么说这个工作流程是怎么样？就是客户先一进来，然后他把车停下来了，然后走进这个前台。然后跟他们讨论一下需要干什么。然后呢，这个前台呢就开一张票呢，就把这个客户啊、车呀、他们的工作呀、DDL 啊、预估的估价都给他放进去了。这就是那个 ticket 的一些所有的属性。那么这个 ticket 呢，现在的还有一个属性叫状态，叫 waiting。 那个 customer 呢就离开他们的车，就放在这个 garage 里。就当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每一个工程师，他就会去用这个系统去看这个 welding 现在还没有用的一些这个 tickets， 找到第一个，并且呢把这个第一个呢变成一个。机械师呢，他会把这些车都拿过来，然后呢去做一些工作。如果unexpected cost 的出现呢，他就放到那个 tickets notes。tickets 还有一个属性叫 notes。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之后了，这个 tickets status 就会变成 check。然后呢，就会去看另一张 tickets。然后当一天结束之后，管理员就一天之中，管理员都可以去看这个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并且呢，去看这个系统 tickets 哪个有一个 status 不 check。 这个还有 look at each tickets and then look at and then check the work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a good standard。 就是管理员只看那个，还会看每一个 ticket， 但是他主要去看的是这个 check， 就看所有的 check 的。如果需要的话，这个管理员会更新价格。就如果他遇见了无可想象的一些成本，
当这个管理员满意了之后呢，这个 status 就变成了 sign off， 它有三种状态。在一天之中呢，这个 reception 呢会用这个系统去看这个系统的 that is signed off， telephone the customer inform that the vehicle is ready to flag。 当 customer 来到车库里面的话，他就是把钱交了。当他们这个 reception show the customer the vehicle and customer drives off，Receptions 变成 complete， 所以说它有四个状态，一个是这个，最后是 complete， check， 然后 waiting 完了 check 完了是Sign off。 就是用户弄完的是 waiting， 这个机械师弄完的是 check， 管理员弄完的是这个，然后用户交完钱是这个。第一问说有四个 list。第一个是把所有的 candidate class 弄出来，所有的 candidate 就是第一问就把所有的名词找出来，第二问把所有名词之间 relation， 就比如说像那个车、公交车都是继承了运输工具，所有的 candidate class to be eliminated， 告诉你为什么，就找那些是 attributes 那些，他们就要被 eliminated。 最后呢是 give the final list of candidate class along with them， 就把最后的 class 弄出来。然后呢，这个 class 的这个二氧化 CRC card， 每一个 CRC card 去看好的和坏的，并且去告诉你它的原因。如果是坏的话，你应该就是说它怎么能够提高，但是不要在这里去做。然后画一个 UML class diagram， 然后呢去用这些 association 啊、navigability 啊、mutability 啊。接下来是做一个 skeleton class in Java， 用你的 class diagram， 你应该只有一些 empty method， 用一个这个 activity diagram 画出来，然后是 PDF， 然后写 Java 文件。好，非常感谢。